还有一只怎么样？你也拍嘛？我拍的呀。正面拍，你看它，你看它会用这个东西吃哦，好可爱哦。会用勺子，你看没有？可爱的要死，我喜欢它的鼻子。你觉得它鼻子可爱？哈哈哈哈，鼻子上狗鼻子哦。它鼻子是尖的，狗鼻子哪有这么尖？有这么尖吗？不是狗鼻子吗？狗鼻子嘛，你看它最喜欢吃这个东西了。我觉得像狐狸一样，你不觉得吗？小狐狸，狐狸很可怕呀。 我觉得有的狐狸好可爱，不是也很可爱？这什么肉吗？肉，鸡肉跟面包跟鸡蛋，哦，放在一起随便炒了的。对对，它都能吃的好好的。蛋炒饭怎么不能吃啊？有味道吗？这个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它在哪里能吃呢？这都是山，没有的。我跟你讲，它有味道吗？它吃别的东西，它吃过 kibli， 啊，他们吃狗kibli啊，蟑螂。 狗给不了，一般他们的，他们没有那个了。啊，野生动物不都这样？哇，你不觉得很？啊，行了，你赶快抱它去。